为了生存，他委身风尘，却无法忘却往日情怀。别离开我，在上海我只有你一个亲人。我丁力将来有钱，我也让他跟我睡觉。只要有我许文强在，谁也不许侮辱方艳艳。为了爱情，他愿意牺牲一切，只求与他长相厮守。爱情对我来讲，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你幸福吗？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特别美好，特别单纯。烽火年代里，真心真意的真感情。文强爱的女人是你，不是我。冯静瑶的女儿，一般人谁敢爱？黄晓明、孙俪、陈数，《新上海滩》12月6日晚上7点到9点，中天娱乐台。